我这样子很坚强。进去的时候，他看到镜子，然后他看到他内心的自己。但他，然后再进到我里面的时候，再开始可以很轻松的聊，或者是很沉重的聊，或者是都不聊，然后只是眼神交流都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松志。了解的当代艺术，可能在这里头，你经过艺术家的引导，或者艺术家的分享，你可以觉得这里头是迷人的，这里头是让你觉得非常有趣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乔燕。其实它来自于大自然啊，我手做的这个部分，它其实就是由我去做的一个物件。那其实它有一点像是一个巢穴的一个符号，透过我的作品里面去寻找这个家的印象。大家好，我叫赵佩佩。但是动物会一直在我创作里面是一个主题，过去也是，现在也是，那我未来都是。把心打开，放下手边的事物，一起来 open 放。